我280。你也不要看你的粉丝，有那么多黑粉都看不到吗？有黑粉我就会立刻 block， 只是说你的人数你说多少？1000。笑的怎么这么低呀、？Oh my god！我只能跟你说，母后说的话一定要记得，做人一定要谦虚，对母亲一定要孝顺，要懂得尊重母亲。OK， 不管我是古装扮相还是时装扮相，我讲的话都是一样的。小心笑，我是说真的，好吧？你要这么硬脾气就硬到底吧，我也不知道你要硬到什么时候。你要当乌龟是不是？背一个硬壳在身上，你不觉得很累吗？ It's OK， 我已经放开了，反正我的小女儿就是这样。I don't care。 没人打遗传你的。 No， 我小时候非常乖，你是遗传爸爸。Sorry， 明明你以后长大会有大鼻头。皇后就先退下喽。今晚就侍寝。这位是我的随从人士，我跟他之间是清清白白的，愿皇上别误会。